心之本初啊，心之本初未受洗染的时候是无善无恶，这里边是不变善和恶，不是无善无恶，不是没有，是不变。一个婴儿，刚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喜欢和讨厌的，你给他钱他不懂得珍惜，你给他美女他也不觉得他比妈妈更美，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实际上是乳房。有善有恶是义之动，这里边就遇到问题了。什么是义？为什么义动了之后会做出善恶的分辨？有了善恶的分辨，有了喜欢和讨厌，那么义就开始动了。义是什么呢？有善有恶义之动，阳明先生四句教里边第二句开始重视的就是这个义字。其实义字是问题的关键呐、啊。义动啊，义实际上是我们大脑的行为，它不是心的行为。注意，义是大脑。如果我们把心理解为天性、天理，理解为自然的存在，那么义就不再是天意和天理了，它是大脑在习性熏陶之后形成的有善有恶、善恶分别、善恶分辨，我们开始形成大脑的思维逻辑。这个时候义开始扰动我们那颗原始本初的心了。四句教是逆入法，刚才我说的那两句话是正入法，要记住这是逆入法，不是正入法。要注意，义之动意味着一个人社会意识的觉醒，社会意识的觉醒，他开始逐渐的脱离了自然，有了社会意识，这是义之动，就是无善恶无恶的本体开始在熏染之下，在习性的熏染之下开始变得有善有恶了，这是一个逆入法。有些地方可能一时间无法讲得很清楚，然后容留我们以后的聊天的时候再逐步的抽丝剥茧啊，深入进去，你只需要先知道有这么一个看法就行了。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什么是逆入法呢？最后是格物，其实是格物致知啊，就是为善去恶才能产生良知，格物致致良知。但他是用逆入法，他是从本初一直谈到现实。知善知恶是良知，有善有恶是义之动，就是你有了善恶分别，是你的义在动。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这里边的善恶不再是动词，是名词。这里边的知和为才是动词。什么叫知善？什么叫知恶？它是你义习性之后发生的一种分别和判断。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善知恶首先是义，首先是义，其次是心。因为义和心是不同的，一个是代表自然的，一个是代表社会的，而多数的善恶是针对社会的，必然是义之动啊，必然是义之动。但它是你本心的那种判断吗？是真的知吗？
不一定。那么怎样形成良知呢？那么就是为善去恶，格物致知的过程。这个格物呢，它两层含义，一个是为了致知，因为格物是个科学方法，格就是不断的分隔，不断的细分啊，不断的解剖啊，这是格。格物，格物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留下善的，去除恶的，这是第一重的意思。第二重的意思，格物仍然有用事的含义啊，有做事的含义在里边，是在实践中不断的去锤炼和生成的一种认识，实践出真知，就是格物致知，同意的说法。好，其实想到这儿，其实大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四句教。意之动，意之动，判断的会是善恶吗？为什么四句教反复谈善恶？因为未经心学训练的人，意之动关心的是利害而非善恶。这句话是今天讲这个聊天的根本之所在。意之动，多数人意之动关心的是利害，这事儿对我有利吗？对我有害吗？而不是关心的这事儿是善的吗？这事儿是恶的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好多朋友说，卢老师，我跟你学了心学的法门，你教了我们那个话语，但我还是紧张啊，买完股票七上八下，买完黄金还是七上八下。你的意在动，但你意动的不是善恶啊，因为善恶是心之本源升起的意，才有善恶，有善有恶。你的意其实不聚焦于善恶，而聚焦于利害，因为心里边在反复的权衡利害，所以心不静，心难止，心动。让你的意脱离利害，而开始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其实意开始反入回心，我们找到心之本源了，因为我们心的本源是关心的不是利害，心之本源关心的不是利害，生命的本初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利害，他一个婴儿寻找的是乳房，是生命的源泉，而不是后来习性锻造的那个厉害。而我们不知不觉离开本源之后，进入到厉害，进入到习性，因为深度的进入到习性之后，开始远离偏离偏意，所以才会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啊，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出现一系列错误的判断啊，或者是错误的选择，或者是错误的人生。回到初始阶段，你就能理解我为什么将阳明心学的方法论里边的部分归结为三段啊，因为那是一个以善恶为本初的、为依据的一种判断和选择，而非利害。因为一旦陷入利害，人就开始变得浅，变得眼浅心浅了。好吧，在这个地方举个例子，心学修为极深的毛泽东，在进行事物判断的时候，是基于善恶，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的为人民，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至善的标准。
它里边不讲厉害，不讲厉害，而蒋先生，蒋先生虽然对曾国藩有着极高的崇拜，但他的出发点是厉害，他关注的是有缘，而不关注无缘之人民。有缘之四大家族，有缘之宋美龄。现在呢，我们先放下那句话，我们先进入到善的解析啊，因为说了半天善了，什么是善？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用佛家的话来解善这个字，善分为慈和悲啊，慈悲为善。佛家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什么大慈要无缘？素未平生，没有任何关系，看到别人要死了，伸手相助，这叫无缘大慈。蒋先生和宋美龄那是有缘，那是有缘，那不能叫大。什么是同体大悲？就是我跟你并不相识，但我感同身受，我为你而落泪，为你而呼喊。比如说，我其实跟香港的700多万的老百姓并不能算是有缘，但我仍然严厉地批评超级帝都，虽然为此而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人，但我感同身受超级帝都对他们的压迫，以至于我对后来超级帝都在大陆出现14亿人的被压迫感同身受。同体，如自己的手，如自己的足，如同手足，这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为善。有缘，我经常说利乐有缘，有缘也是慈，但不是大慈。有悲也是慈，父母死了能不悲吗？也是悲，也是慈悲，也是人性，但不是大慈，不是大悲，还无法上升到善的最高境界。但你知道，大慈和大悲之善，不代表这个善是不入世的。做大善人，蚂蚁都不踩死，以为是善，那么如何解救水深火热的祖国和人民呢？我们再跨越一下子，回到阳明的另外一句话：入世心做事，出世心做人。这句话呢，其实是误导最深的啊。中文有时候断句是个大问题。几乎所有写阳明先生的书的人都会说：“你入世的心做事，你啊出世的心做人。”心还分了入世的心和出世的心，心当然是唯一了，是同一了。此句的含义是入世心做事，出世心做人，都是那颗无二无别的心呐。真正懂心学的人就会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要心做事？为什么不是脑做事？为什么不是人做事？因为心做事，论善恶，不计利害。这个时候，你才能随天意，顺天理。记住，如果以一颗入世的心去做事，那你就又回到意上去了，能不权衡利害吗？你一旦权衡利害，能不远离善恶吗？
那毛先生和蒋先生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输赢其实已定啊，其实输赢已定。为什么出世要心做人呢，而不用脑做人呢？因为你还是用脑，还是用脑去做人，还在算计，你就出不了世。因为你不用脑去做人的时候，就可以出世了。脑不是不存在，而是归于心，与心为一体，是为出世。出世不是肉身脱离凡世走到庙子里，是你的脑归于心，脑中不再分别利害啊，不再自挂和权衡，这个时候的脑就已经随心出世了。我为什么说入世心做事，出世心做人是正路法？因为善恶这种东西和我们一般理解的不踩死蚂蚁的善恶两回事。如同我说的，佛魔同体啊，凡佛反转面孔是魔，佛不主张杀生，维护生命，维护生命，热爱生命，维护生命，但佛毕竟需要去救助啊，去超度啊，所以有的时候不理解阳明先生心学的人会反为被这四句教捆绑住手脚。心做事是知善知恶，以良知为本，因为以心用事，所以天地皆同力。人做事知利知害，以利益为本，利害难百年。什么意思啊？利长不了，害也长不了，难百年。你以为你可以帮手四大家族，四大家族怎么可以持续到今天呢？只有善恶永存，利害不能永存，一瞬间的事而已。我的年龄呢，也接近退休的年龄了，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退休了，但是很多人不退休还好，一退休就会出状况。因为多数人对入世和出世是难以有正确理解的啊。退休呢，其实是出世的起点。为什么不能适应呢？因为去易也难。意啊，脑子去掉意啊，脑子思考去掉已经形成的习性是很难的。这个我看到好多人退休初期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大体上是在这儿吧。因为人呢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你没有办法一键还原，重新启动，回归本初啊，回到初心。这个大不易，就是去易也难呢，就是去掉易这个字，去掉思考，去掉因应习性的思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人重返无善无恶的境界是最困难的。我为什么说四句教是逆入法？他上来提出来就是无善恶，他上来就是提出最高境界，然后反向行走，然后倒推到建立无善无恶的方法论里边。
意志动是个最大的问题啊。意志动如果不能为心法所约束，意志动就是利害权衡开始了。一旦利害权衡开始，趋利避害的本性就会使人百恶丛生，丧心病狂。不要小看了这一点的意志动三个字啊！如果是有善有恶的意志动，那么它离心之初心、心之本体不远；如果是有利有害的意志动，那么就开始走向了人性的反面。这是问题的根本啊！四句教为什么是教啊？为什么是教育？因为教育往往在于无形的修行之中。何谓修行？就是你的实践，你经常的用最简单的心法约束你的行为，调整你的行为，修正你的行为，那就是教。教育形成之后，那么你就是新人啊，是另外的一种人，另外的一类人，而再也不是过往的你啊。你过往的你无意识之中在社会中漂流，沾染了习性，形成了意志动。阳明先生的心法不仅仅是一个人向善，是整个社会向善。当这个心法被某人用于伟大的社会实践，它变成了一个心法的新的提法，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一个新的说法的时候，而且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党，甚至是一国人民整体的追求的时候，这个国家在精神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说过，自然伦理、社会伦理最后形成法理，法理逻辑就是制度，是不是好的制度是因应于心性的提升。其实心学的意义非常伟大的，俗人生于利害，达人通晓善恶，庸俗的人总是在利害中沉浮。我是不是有获利了？我是不是会亏损？天天沉浮于利害啊，他始终的生活是在利害中权衡，所以烦恼不断啊。达人通晓善恶，达人不计利害，他在乎的是善恶，他在乎的是生命本体的状态，他在乎的是肉体生命结束之后所达到的另外一个净土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他在乎善恶，在乎善恶和在乎利害是截然不同的。投资难道有善恶吗？当然，投资肯定有利害，赚钱和亏损那是非常明确的。但投资有善吗？难道你将钱投入到两化之中，扶助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成长，进入到新时代，不是善吗？难道你买了黄金，平抑金融风险，平抑个人的金融风险，平抑国家的金融风险，平抑因货币剧烈波动导致的经济剧烈波动，那不是善吗？如果你做的是善的，是对的，是好的，你为什么非要计较明天的利害呢？心学是很多人在讨论心学之初看到四句教说阳明先生没有修成，为什么呢？
有善恶就是有分别，有二有别和无二无别怎样完成对立统一呢？他们看到四无相的时候，不是从无善无恶心之体出发的啊，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因为是逆无法，它说你的本初也是你的归宿啊，逆无法本初也是归宿，最终回到无善无恶，因为你最终是出世心做人了，回到了婴儿的状态。从有二有别到无二无别，完成对立统一，这就是心学的完整的修炼过程。它是从矛盾论到实践论，最后到老三篇啊，纪念白求恩，纪念张思德，凝功于山啊，也是我们讨论的总结的那三句话，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主体性、适应性、创造性，第二句话，正心以中，修身以和，第三句话，以无见入有息啊。因为在初始阶段呢，我用自己的概述来贯穿阳明心学，现在呢我们回到阳明心学的具体的内容上面，我们做一个逆入法。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小的总结啊。主体性的复述在于找到我们的心，在于从心的角度出发，明明白白的认清自己的意义，自己的因习性熏养而形成的意，就是我们大脑的行为模式，就是我们那个有善有恶的意啊。我们看看我们的意是怎么动的，意之动啊，然后我们开始将它到了知善知恶的程度啊，良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的为善去恶，在格物，在实践之中，在实践，在努力之中来反复强化我们的良知，使我们的意之动得到遏制，重返无善无恶之心之本体啊，为未来的出世做最好的准备，其实是了断生死。阳明先生死之前，死心光明之论，就是这件事情说清楚了，讲清楚了，做明白了，这是非常非常困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心学修为就是这样的，它既有逆入法啊，当然也有正入法啊，我很欣赏四句教的逆入法，阳明先生真是高手啊。另外呢，今天讲到无缘大慈、同喜大慈，
望大家以心法，这是入世心做事，以心法来做事，就是我们遇事知善恶，但我们不能放纵自己的意啊，去变厉害啊，不能沉浸在厉害里边而无法辨认善恶啊，要用四句教反复的匡正自己的实践，要对自己有入世和出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个看法，就是对正悟法要有一个坚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啊，要以逆悟法来修正和匡正自己的行为，同时它也是一种判别标准啊。为什么中国的左派没有良知，右派看到的是利啊，他们在谋利，左派看到的是害，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害那就是左派，错，看到利和看到害的人都是义之动，没有入心呢。当你知道善恶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可以说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可以说得上是左派，否则以利害观之，左右就没有意义了，以善恶观之其实是无左右的。所以我一再说，你是不是左派，或者是不是左翼，或者是不是毛派，看一件事就行了，你是否反对超级地租，你是否支持直接税，而不是看你在背诵某句啊教条，或者是啊陈述某种立场，或者是啊在做某种表演啊，其实就是这两件事你就完全辨别完了。而中国这么长时间以来，左派左翼甚至毛派没有人反对超级地租，也没有人去谈直接税，由此大家可以理解其实心学的难度是高的，因为出利害的这个功夫确实不是普通人可以那么容易的出来的啊，出利害，让义之动不以利害为本而以善恶为本，这个功夫真的是需要四句教的反复的逆入啊，反复的磨练，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老年的毛泽东被他的战友们认为是左派啊，极左，其实毛泽东一直是我心居中啊，正心以中啊，但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利害面前，他就分出了左和右，在别人的眼里边就分出了左和右，那恰恰是功夫不到，心学的功夫不到啊，心学的功夫不到，就容易产生啊这样的问题。说着说着，这时间就过去了，我想心学就今天的聊天不能叫课，今天心学的聊天就聊到大海。我想可能大家需要一个挺长的时间来琢磨啊，来琢磨。中文就是这样，每个字你都认识，每句话你都明白，但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难点在这儿啊，入义也，这个去义也难，入心更难啊，去义也难，入心更难，确实是需要努力和功夫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解决好这个问题，你就轻松了，你就自由了，你就解放了，因为你不必利，不为利害所捆绑了。